正义的人士了。今仔日是你看到贪官污吏啊，自然令人火气的大了。自称是正义人士，要来拆穿黄伟哲，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有备而来。来发新闻稿，你要发的遐足济，你唔知啊？你无讲，我哪知？你要抓入去关啊？你敢唔知？偷偷啊来啦！我昨暝规暝无困，整理一暝咧啦。二十号上午在台南市议会进行市政总质询，这也是在选前他最后一次杠上对手，率先抛出文旦滞销市府收购问题。收购没有上限啊！哎，到尾啊，是因为收未到，到四点阿伯啊，白啊进门啊，后日才来啦，没有上限，过来。啊，你就是没有上限啊！一场内炮声隆隆，先炒文旦滞销，谢龙介在紧咬这题，指控市长向林古塔业者索贿。有熟悉无嘛？我感觉无熟悉啦，有一寡真侪无熟悉啦。你看人食饭、看业者坐做伙，啊，你怎啊甲我讲无熟悉？啊，无啥物爱安呐、啊？以前都比较可能慈眉善目一点，现在是比较张牙舞爪一点啊，反正。因为有选举的关系，会让很多人改变。选前最后一次总质询，谢龙介火力全开，直球对决。反观黄伟哲老神在在，反而冲淡一场上的烟硝味。镜新闻杨忍敦、黄义轩、许荣佑采访报道。